要看到花花。纷争开始了，志华，注意安全。今天刘可儿先冲。哎呀，被超过了！完了，我跑太慢了。快跑不动了，来吧！哎呀！骑上马，马上前冲。上次爸爸跑错路线了，这次预习了，可不能跑错。大家都开始累了。坚持一下，还有400米。进入状态了。总那是错的吗？错的吗？这才对。我也不知道。好像我们昨天都走的这条错了。今天没走错。快到了，加油啊！第一，可以不我来跑吗？好的。等那个箭头呢？不吧。二级火箭发射。还有50米。没来人，跑两下跑不动了。最后不是第一名。第一名当了个保安，正式轮也结束了，抢个好位置看花花，快各位！只有荷叶出来了，立马排第二轮，终于看到花花了。